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大鼓山知名的夜景哦，而且这边可以看到陆海空三个美景，对，可以看到桃园机场的飞机，还有美丽的海岸线，最后就是浪漫的夜景。而且呢，现在大家只要在 IG 上面呢分享你的大鼓山的美照，或者是呢在我们 IG 上面 tag 大鼓山美景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纪念品哦。